有些女性比同龄人更容易衰老，那是因为脾虚导致的。脾虚会导致肌肉松弛，皮肤没有光泽。要想保持年轻，首先要调理脾虚。现在给大家一个小方子，可以取党参、白术、茯苓各九克，甘草六克，煮水喝，能够利水健脾，促进脾胃消化功能。我是徐医生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科普小知识。